见。看看每天都是重复这样的日子，这样的生活也不知道到什么时候是个尽头。哎，老婆每天忙里忙外，不是洗洗刷刷就是给我锻炼，有一点时间都是给我站立。希望这样的生活尽快的过完，迎来更好的日子，我就站立了。感谢大家的支持。